只识生衬外套，怎估得到你爱西装加领带？彼此都错过了最好的那场戏，这分钟试下你与我。我其实想搵翻份工翻，唔想夹喺女友同我妈妈中间。去到西餐厅，我偏偏想食中餐。过多几年，忽然我变咗个中香。睇下夹唔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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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睇下夹唔夹。Gary 陈日君 ，Miss Winnie Yip Carrie rematch。好，大家好，咁啊嚟到星期一晚，两位拍档好 ，Carrie、Winnie。Hello，Gary。阿 Carrie 点啊？上海之行好冻咯，好冻天气，真系啊，真系好。冇落雨啊，咁啊？有啊，第一晚落雨。第一晚落雨，有冇食啲咩好嘢？大闸蟹啦，蟹王啦，梗系。喂，有冇同香港比？系咪真系好食啲咧？即系上海。哇！真系佢调煮得好好，煮得好。Okay, 恰到好處咯，恰到 timing 好好。OK， 咁我知道咧，阿 Carrie 咧就啱啱星期五個 weekend 咧就去咗上海啦，咁啊公幹啦，咁其實都一路有留意住我哋即係節目上面嘅 job market 或者應徵朋友嘅一啲狀況嘅，咁一陣間會同我哋 update 啦。咁今晚咧，我哋嚟到星期一晚咧，除咗我哋會跟進翻上次嚟我哋節目建功的一位朋友、which is 我們很多聽眾和我們自己三位主持都覺得很值得去將他、怎樣說呢，由可能現在這個比較低處的位置，我們要拉到他蜕變，要拉到他一個人生他想的目標，沒錯、重回軌道樣，是的、就都會來到我們前面，就、也都今晚我們會有一個環節的叫與 CEO 對話、okay? 全新環節、介紹一下吧，你 Winnie 是、這個真的要看，因為這個是一個很靚嘅行業嚟嘅，好我好靚嘅行業，好靚嘅行業係即係參加嗰個朋友要好靚啊，定還是做嘅嘢好靚？參加個朋友要有好有即係 visual， 要睇嘢好靚嘅，捕捉得好好嘅。咁、我點解先講佢係咩行業咧？好啊，咁我諗好多朋友，我夾硬講咧，即係好多朋友，尤其是而家我哋啲手機嘅科技發展啦，係嘛？我諗好多朋友都會開始覺得自己係專家喺呢方面，不過今晚專家中的專家，冇錯，因為佢除了有一個咁靚嘅行業咧，佢仲要做一些很靚嘅嘢食添，咁係好好食嘅，因為我係我好開心，我食過，係嘛？同埋我知道佢今日都會上到嚟，就係、是有一個啊點、樣講咧有一個工作的 post 佢都會想，係呢、這個係嘅，係嘅，係嘅，係。咁我都好想，係好 desperate 想請人嘅，佢係。但呢一個行業，我覺得都幾有挑戰性嘅，因為唔係咁容易了解啦。咁啊，等佢一間現即係親即係真人現身說法。同埋呢個老闆都係好有挑戰性嘅。即係好有要求。好，咁我哋開始嘅時候咧，喂，我哋講講咧，即係每次都會有一啲職場上嘅 news 啊，我哋需要去 update 下自己。Carrie， 你嚟啦，好，咁啊，等我嚟講下啦。咁啊，近期咧發現咧，去做 interview 考核嘅時候咧，咁啊，原來有卧底喎，我聽過。咁啊，有啲係啊跨國嘅企業咯，大間嘅公司嘅，佢哋會做一啲 group interview 嘅，即係一班人去考核啦。咁佢哋就會擺咗一啲佢哋自己嘅職員喺入邊。咁點解咧？原來咧要去考核下嗰啲求職者咧，佢哋待人接物咧，係咪你喺個interview 房入邊見又講一套説話，但係你出邊咧同啲求職者之間咧，佢哋點樣相處咧，又係另一個人咧？咁佢哋原來咁樣擺咗啲間諜入去喎。OK， 咁所以其實求職者咧，其實喺成個過程我了解過之後咧，即係求職者唔好諗住淨係喺 interview 嘅對答如流，你就可以攞到一份工作咯。咁啊，其實就係應該係講緊係你由一開始你去 reception 嗰度咧。你話你要去嚟見工嘅嗰刻開始，其實你要 ready 好你自己嘅，即係話你自己嘅一言一行咧係非常之緊要嘅，即係其實個老闆或者 HR 啊都會觀察緊你嘅言行嘅咯。OK， 我好同意。我試過有兩個事件可以分享一下嘅。哇，好啊！一個咧就係、是
我記得有一次我 in 一個朋友，咁咧其實咧就佢好早嚟嘅，咁但系咧一齊搭 lift 嘅，咁但系佢冇撳住部 lift 俾我啊。即我跑住去啦，係咪？咁你知道問佢啦，係咪？啱啱出面見完人，咁跟住就冇撳啲俾我。點知上到去嘅時候，我又即係我又必須要開翻道門俾佢入嚟。你明啊？呢、okay. 門佢冇撳俾我，但我大門又為佢打開嗰只。係。咁嗱，咁我覺得呢樣嘢就未必會完全影響曬我請唔請佢嘅決定嘅。咁、但係不過咧，個印象分我好肯定嘅，減咗，減咗折扣啦，打咗折扣。男仔嚟嘅。男仔嚟嘅。哇！咁唔得喎。咁 gentleman 都係啦，咁即係呢啲就一個啦。咁另外咧就係、是有陣時咧，我聽啲朋友講咧，佢嗱知道有啲人咧就唔中意人食煙噶嘛，係、嘛？咁但係有陣時有啲求職者咧，可能係咪唔知緊張咁樣啦，係嘛？咁就會好中意可能即係咁食完先上去啦。咁、okay. 但係你要知道，你食完煙其實一定有陣味噶嘛，就算你隻手都有味噶嘛。咁如果嗰位見你嘅老闆或者見工者又好怕人食煙嘅話，咁其實你呢支煙係咪可以即係引多一？神咧，係咪一支煙可能就斷送咗你嘅機會？咁所以有時大家要衡量咯，即係嚇嗰下係咪真係需要靠尼古丁咧？咁緊要咧？咁呢個都關於你自己控制你嘅意志咯，係嘛？真係你有冇試過一啲啊？唔開門呢啲都有試過嘅，但係有陣時唔係唔開門啊，係就嚟你入 lift 去閂 lift 啊，係。唔該，等埋佢即刻勁勁撳，勁撳係勁撳。咦，跟住出去 ，Hi， 係啊，係嘛？即係有呢啲嘢嘅喎，即係嗰陣時，即係大家對於呢個 lift 門咧都唔好忽視啊，係嘛？其實咧，等埋人咧，其實最多都係嘥你幾秒嘅啫，係幾秒時間，係嘛？咁或者你嗰架 lift 唔係停好多層嘅，其實都追翻啲時間啫，係唔好搏呢啲，冇錯，好嘛？咁啊，我哋間咧轉頭翻嚟咧就會有潘生，係啦，潘生，咁即係我哋都講翻啦，潘先生咧，係一個好高學歷嘅朋友啦。咁啊，NBA 啦 ，NBA 啦，喇沙中學啦，三 A 三 B 兩 C 咯，唔知有冇記錯？冇錯，仲要係有 CFP 牌啦 ，CFP 牌啦，曾經喺工作嘅高峰期咧，年薪達300万啦，冇錯，係仲要係公司嘅 VP 啦，公司嘅 VP 啦，仲要係得到一啲福利，就係、是、話 CEO 有嘅車位，佢係 CEO 以下，係啦 ，CEO 之外就佢都有，佢有啦，咁啊。不過咧，佢人生喺2007年咧遇到啲挫折之後咧，就停止生產啦，係嘛？停止生產，咁啊去到2013年，咁啊再次出翻嚟工作，咁啊作為一個酒店嘅 limousine driver 嚇，咁啊年薪咧就比以前少咗10倍係嘛？十幾倍啊，唔止啦，300万同20多万啦，咁樣 OK， 咁但係咧我哋即係同佢溝通咗好幾次，尤其是做完節目之後咧，發覺佢係唔要得啦。點解唔要得呢？就係發覺原來咧，佢喺節目上邊咧都係好大嘅面，即係好大嘅面紗罩住自己。係。咁啊，佢自己發覺睇翻個節目都有認知。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就再次請佢上嚟。咁可能你會話：咁點啫？咁戴住面紗，咁又唔使再請佢上嚟係嘛？你有所不知啦。如果一個人你好想自己有突破，好想蜕變嘅時候，其實你必須要第一個對嘅人係你自己，面對咗自己，冇錯。你要 deal with 你自己，你要對自己坦白，因為如果你裏邊嗰杯水嗰層沙唔揭開，唔倒咗杯水咧，咁啊新嘅水源咧係唔能夠可以再灌溉落嚟嘅。而呢個亦都係我哋嘅節目嘅特色啦，即係我哋唔係淨係想幫求職者揾份工咁簡單，冇錯，就係透過即係皮文會 diagnose 咗佢係點樣嘅成分先啦，跟住由企業教練俾個 coaching 嘅即係嗰個service 俾佢啦。咁同埋呢個 coaching 唔係一次得噶嘛？唔係一次得嘅，係啦，一定因為冇可能啊，因為如果你要改變一個習慣可能講緊都要90日，係嘛？咁人哋話戒煙都要90日嘅時間啦，先可以另一個新嘅習慣產生啦。咁所以唔係一朝一夕嘅。咁因為如果我哋就揾份工好簡單啫，其實今朝阿潘生都去咗 Carry 公司 office 嗰度，從一個我去咗你 office， 我以為打俾你啫。哇，好有面對面，面對面，面對面，係啦。咁即係其實如果係咁都夠啦，係咪？就透過 Carry 再幫佢啦。冇錯，一個人力資源嘅角度去專業地同佢再剖析佢成個 portfolio。咁啊，需唔需要喺節目度交代？不過
過，我想成個過程尤其是佢嘅誠意，我哋都想喺節目嗰度由頭到尾令到呢位朋友蜕變，並且得到新結果。嗯，冇錯，當然好嘛。嗯，好嘅，咁啊，轉頭翻嚟我哋就同阿潘生再作請佢入嚟咯喎。係啊，今日佢個面紗可以揭開幾多層啦，同埋可唔可以真係挖開個心胸同我哋去心對心交談，好嘛？咁，我哋有少少今日嘅節目預告嘅，關於我哋嘅 CEO 對話係嘛？咁我依家可能稍後時間大家留意熒光幕睇睇啦。呢，這個時候我哋休息一陣間先，唔該。嗯，好。日本有好多推理小説，現實中嘅犯罪事件比小説更離奇。世界上未必有神探伽利略，但呢度有藍秀朗重大犯罪簿。逢星期四晚十點 ，mnpan.com。日日做到冇掟頭，做做冇掟頭，總有食飯嘅時候，唞一唞，唞一唞。揾工梗係揾 WeMatch 幫手。職場上面每一個打工仔都打到成隻喪屍咁樣。我哋从企业、企民同埋人力资源嘅角度剖析求职者嘅问题，仲会喺节目介绍唔同嘅筍工俾你添。逢星期一晚上10:00至11:30，星期五深夜1:00至2:30。Gary 陈日君 ，Miss Winnie Yip Carrie Rematch。拉嘢凌晨咧，我就搭旺角開往屯門嘅紅 van 啦。咁我就坐咗喺近窗邊兩人嘅座位，然後其中有一個女士叫群到大髀之後，大約五分鐘佢已經瞓著咗啦。然後個頭仲挨咗落嚟，隻大髀就越擘越大。我將個手袋冚翻住佢，然後拉翻佢嘅大髀過嚟。去到總站，佢講我：你住邊啊？不如我送你翻去啦。送到佢天水圍嘅時候，即係話：我仲未飲夠，飲多兩杯好唔好？哇！係咪純友誼啊？係。但係你有冇一分鐘一秒醉佢？冇㗎啦，佢冇㗎啦，得㗎啦，佢冇㗎。真係冇啊！冇。咁樣可以識多一個朋友喎。係。妖言惑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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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讲乜？嘢噶！佢喺14岁嗰阵时咧，就见过呢个圣母。个太阳光咧，只系而家嘅70%嘅啫，系啲骨冇晒，连啲肉都冇晒，系会令到有啲动物系发狂。正正几条粉浆喺度妖言惑众，整个啦愚昧嘅地球人。只有人類文明存在，就有罪案發生。罪犯潛伏在你和我的身邊，揭露人性陰暗的一面。帶你深入罪案現場。逢星期二、星期五晚上10:00至11:30 ，mnpan.com 極度心寒直播。今日與 CEO 對話的嘉賓是 Francesca。Francesca 是香港數一數二擁有18年拍攝經驗的女攝影師，由美國華盛頓郵報新聞攝影記者到自己創立攝影公司，而家專注為亞洲地區的客戶拍攝，亦是近年 Canon 最喜歡聘用的拍攝課程的導師之一。Francesca 是靠她的風格，只是靠客戶口碑做到現在，其中亦都有很多香港的知名人士，除商界名門外，還有演藝界，好像袁彩雲、潘之理、張繼忠、拍《十月為證》、《紅夢》、《一個人的武林》的陳德森導演等等，都一直非常喜歡 Francesca 的人像拍攝風格。近年 Francesca 認為攝影未能夠滿足到她的快樂，所以她還開辦了 Mary Nude 馬洛堂，
仲包办了陈德森导演《一个人的武林》首映礼的嘉宾礼物，因为他认为做堂可以更多人更快地分享快乐，同时亦都可以满足他在这方面的天分。今晚我们很荣幸邀请到 Francesca。